大货车司机在路上缓慢行驶，突然间一名身穿红色上衣的中年妇女骑机车从右侧转了出来，之后竟然就连人带车停在路中央，大货车差一点点就撞了上去，赶快紧急刹车。仔细看，女骑士不但没戴安全帽，骑机车到路中间之后居然就停下来整理机车龙头的置物栏，让后方驾驶完全看傻了眼。夸张景象就在高雄美浓真实上演，足足长达好一阵子，骑士才继续前行，似乎完全不知道自己差点酿成车祸。之后骑到十字路口，竟然又完全无视灯号，闯红灯违规左转，夸张了，危险了，乡下比较长了，停下停车要不然怎么办？货车司机表示，这附近经常会遇到类似景象，当时女骑士连人带车停在马路中央，大喇喇整理置物栏的衣物，右侧砂石车前方许多民众议论纷纷出来查看，而后方货车其实差不到两米就会撞了上去，喇叭按下去啊，他会吓到啊。我就直接走了啦。再看一次这夸张景象，中年妇女骑到路中间后就直接停下来，大货车紧急刹车，但距离已经非常接近。虽然没有发生意外，但这种行为已经让自己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。记者高雄综合报道。